好了，你就在这儿，我一会儿给你送啊。我先给他们前面两个人送。大叔，吃饭。你今天要请你啦，可以吃就好了啦。啊，谢谢，赞。啊，你刚才说叫他赶快吃，哎，给你吃啊哈。好啊，你今天要请你啦，可以吃就好了啦。谢谢，赞，啊！你刚才说叫他赶快吃，哎，给你吃啊，哈。